不见了，有没有那发现过可疑的人物啊？可疑的人，那我来找找。哦，往前方12点钟身穿蓝色衣服的，他是社团活动党。哎，对，好，这是。秦晨都是他负责的哦，让我们以掌声谢谢他。那他的表演真是意犹未尽啊。对啊。就只有这样吗？当然不止啊，我们还邀请到了丹凤热舞社一同来演出呢。丹凤热舞社。嗯。他们的舞姿性感。动人呐、啊！好像让你看的人痴醉。那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赶快来观看他们的演出吧！
啊对啊，那我都快爱上他们了。哦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好啊，好啊。